就是他们机动性太高了，非常痛苦的一个局面。是什么机都闪现回来守了，没有办法。来，我们来听一下本场比赛的语音回放。来了，曹青来搞，他橘子来了，来了，满路的，谁拿是谁的吧，看能不能抢到。橘子来了，是不是要压一波？给我，守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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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是了，两个闪，两个闪。他能进，能进，我守住啊，稳住啊，兄弟。再过一会儿，强子切到。两个闪和银子差不多的，拿命轻了，可以可以，也挤不过去，龙尾就会抢这波。来看一下中右，看一下中右，谁也挤不过去。蹲他没闪了，蹲他没闪了，抢到抢到抢到，一二一二，跑跑跑跑走走走，红还能守，红还能守，兄弟们，红还能守，翻了翻了，兄弟们，龙我能滚，橘子我能拍他的滚，橘子我能垫他，哎橘子橘子橘子松了橘子松了，下路留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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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留他留他，小心小心反背小心反背，没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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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直接就带线了，小心加罗加罗。加入加速加入加速加入留了一丝血一丝血，我也意思我也联播追联播追联播，不好追了不好追了，哥这联播能杀定，联播能杀，我爆追了爆追了，算了算了追了，我状态太扣子这边啊，连把他上他谁给他绑，哎鸟去偷家吧，对我偷不了，来来偷家，鸟去偷家，鸟去偷家，橘子还我们这边打人，鸟去偷家，可以可以，现在可以偷，他什么机回去了，没回没回没回，门田小哎小心，我要慌甲我要慌甲，都能都能都能，偷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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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杀橘子杀橘子，你偷家再躲再躲，全在这里，一个守门去架，去他家，来来来，杀他们正面，守门线守门线守门线，橘子要死，橘子死橘子死，去偷家去偷家，没事，哥还在你身后，没事，他已经死了。去偷家偷不了，真香，偷不了，真是立马转头就去了，真香，偷不了，过了五秒钟之后能偷能偷能偷，对，其实就是一个长判，因为当时是这样的，就。